好的，设置参数设置租房参数，然后两百八，输入280，然后输入第二个时候，从下载为中心到供电底面这里，输出到哪？供电底面还是底面？底面，底面，供电底面输出啊，导热半径21。这是固定的，这是标准的21固定的，然后点确定，就确定是吧？这是取消旁边那个。确定，都40，然后点确定，然后进入绘图编程，然后画个方块。生成飞度轨迹，然后这个然后加工程序，发动加工任务，确定，没错，那就出来了。这是整体全部都是5D的，这第一个视频，然后再做第二个视频。